这样结果也对我们所谓的独立单位哈、独立机关的一个走向哈、那有一些的调整。那当初这个 NCC 是在一个极端的一个政治哈、那个扭曲的一个情况好的一个产物，好，包括说当初这个民进党时代的提出的时阵哈、这个国民党当初在立法院是用一个绝对的一个多数哈、那这样把那一个把所谓的独立机关的一些精神好那扭曲。但是这几年来的运作，我们也发现，也找出了相关的，也看到了一些现行运作的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现象。其实，独立机关有它的一个特殊性，这个不是说台湾独创的一个机构，我们可以参照到很多其他国外或是国内其他的机关的一些运作情况，它有一些它的特殊性，但是还是具备它一个共通性，在行政体系里面运作的一个共通性。那我们今天针对的部分呢，我想今天赋予说在这个机关里面的一个主任委员，他有更多的一些行政权的部分，在行政指导的行政管理的这一部分，这个是我们予以认同。那你要不然你当一个主委，连一个主任秘书你都没办法来派任，都没办法来，都还要经过委员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哈，这个有我当现在行政业务在推动，的确是不好，那个有干戈难行。那我们今天我想一个原则，就是行政作业的部分，把它跟你专业的案件的专业的一个审查的这部分，应该把它分流掉。应该把它分流哈，那这样的话，也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来源哈，它一个整个基金的来源啊，你如果说让它全部都把这个哈原来的那些规费收入全部把它排除在基金以外的话，我觉得基金的特种基金的成立其实是独立机关它非常重要的一环。好，当然它内部还是要经过一些行政主计的相关主计的一些审核制度，但是给它一个创意特一个基金的一个，不要都完全受到这个这个公务预算的这个这个干涉。那当然有些该回归到公务预算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NCC 也们可以很厘清的哪些是一般事务这个公务的部分该有的，哪些是专业或是这个特种基金该有的，这个部分希望说厘清。那最后就是提到说，也是我们现在整个行政救济体系里面的那个一个都这个多轨化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我也建议说，我们司法委员会、司法法制委员会可以针对这些现象、这些流程，你包括说交通裁决，包括说税的裁决，包括说相关独立机关的一些这个对他不服表示行政救济的程序，他这个可以，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来邀请一些公法学者，我们来把它再做一个检讨，的确体系上跟理论上面是有点混乱的这是本席的一个。